我们现在大部分生活都是在舒适圈里面，所以现在要来挑战一些不一样的挑战，可以让你去学习一些你没有学习过的东西，然后你可以挑战一些户外的活动，然后有一些攀岩啊、滑索，还有一些类似像在高处直接跳下去当空中飞人的感觉。我希望我今天就是可以至少完成一个项目，我就觉得很赞了。是的，今天参加的一日户外冒险教育，就是希望能让亚米和安娜在参加完活动后能更加勇敢、更有自信。不过过程好像很辛苦，连吃货们姐姐都吃不消了。姐姐跟妹妹能不能成功度过今天的难关呢？现在先让大家习惯在独木舟上、独木桥上面走，然后现在玩游戏。刚刚是习惯跑过去，然后现在呢是要玩剪刀石头布，赢的呢继续往前，输的那个就要下去，从他的队员后一个再继续往前，看谁可以获胜。这个呢就是让大家可以动动脑，然后互相帮忙，看怎么样可以比较快速的换岛，因为你不可以再回到自己的岛上。你最喜欢哪一部分？我最喜欢大家接住我的那一部分。荡过去的时候，我一开始觉得很可怕，但是在空中那三秒，天堂，你像个仙女，我像个小女人。你要上哇？那个妹妹又到上面了，你是下一个。晃一下，晃一下。哎，这个要不要？我是攀登，赶紧攀登。不要手伸那么长，慢慢来就好。OK。往后躺，然后手抓绳子。坐的就行，手抓坐的也行。就是坐下来的感觉。你只要手抓绳子就行了。对，很好。好。OK， 你可以再多观察一下其他人的脚点跟手点。不是因为就是手卡在那边，就是不敢动，因为这一只手那个很难抓。请攀登。等一下。左边一脚，再，然后右边那个可以踩，手伸上去，准备完成，加油！我去看一下了。好，对，哎，这个真的很难抓哎，我这个更难抓，不行，我脚踩不住。最右边那一颗，最右边那一颗。爬中间的可以吗？最左边这一颗。可以先来吗？你要爬中间的是不是？对。啊，他说他等一下要爬中间，那你下来的时候，两只手抓绳子，脚伸直踩墙壁。两只手抓哪一条？你。啊？哦。我知道的。可以，可是我现在没有地方可以抓了。右手上抓，还有一个红色。对。受伤真的不能上去，就是叠上去，其实你手很多力气，可是你脚没力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然后到后面，你觉得手开始会抖。因为其实小鱼他是有胆量，那样就几乎已经成功80%。真的吗？你真的不怕吗？就很痛。一样痛。可是你好厉害哦，我觉得你有办法哎。要不要试看看？我们不然，我们试试看中间的，因为说不定中间超简单的。爸爸，你右手可以抓最上面的木板。好，成交。我们等下一个，你休息一下，喝水来，喝水。接着踩车，我们下一场换上去一点点就有石头可以踩了。A 两选手，等一下就换他登场。我
们家小鱼要上手。对，我们这一次呢，就是让小鱼学会，对，不要半途而废。其实他是可以做到的，因为小鱼大部分时间就是会逃避，我们要让他学会不要逃避。这也是不用爬啦。好，小鱼你用力蹬上去，然后中间那个粉红色的可以。可以，可以。重心转移。小鱼，你刚刚踩那个黄色的是吧？我再让你再看看一次。黄色，右脚黄色那一颗。等一下，刚刚踩的右脚右边那一颗。对，踩过去，左脚去踩刚刚那一颗。然后你的左手就可以抓上面那一个圆圈圈洞。哪一个圆圈圈？就是你刚刚手抓中间嘛。嗯。你的右手抓回去中间。等一下。好，先把脚伸直。然后右脚跨过去，有了，好，重心移到你右脚上。一鼓作气。好，右手一用力，左边就可以踩了。有，左脚踩。踩上去。上。对对对 ，OK， 好，再上。很好，很好，再放一点右脚。右脚放多一点，你右脚要踩好一点。很好，很好，再来，再来，顶一下，顶一下。小鱼，你的右手抓得到右边那个黄黄的吗？抓不到。试试看吧。真的抓不到。我觉得你抓得到，再往右一点啊。你的目标就是要抓到那个。左手过去一点点。对，很好，屁股往右移。右手先试着去抓右边那个黄色的，右手抓黄色，然后左手你都可以放右手了，来伸过去，很好。然后左手把自己往那边拉，那个红色。然后左手抓红色，刚刚的那个红色。刚刚那样是对的，没错。可以可以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再来再来，没关系，右脚踩稳了。好，左手伸直。好，很好，左手抓刚刚那一颗。把自己往上，用右手把自己往上拉。来，左手去抓，左手先抓。好，左手先去抓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来右脚，右手右手，很好，往上拉。右脚出力，右脚出力，再来再来再来，再出力再出力，右脚出力，右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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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点点可以下来了，你放轻松下来就好了，抓绳子，放轻松下来，回到刚刚的姿势。对，来，叔叔抱你，掌声。没事没事，都已经抖成这样，乖乖乖，抖成这样还可以，没事，好棒啊，对不对？你再长高。要运动了，不，我们这个就不挑战了。
我们都要去剑湖山玩，那个云霄飞车就算了。好，刚刚林婷一个人在上面足足待了十分钟了。上面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，但是只有你一个人在上面。你有没有觉得？你有没有觉得你在上面努力了十分钟？你很棒。我们大家有帮到你的忙吗？只有莹莹姐姐。只有莹莹姐姐帮到你。什么？你是不是一直想要放弃很久了？是不是从你抓不到石头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想放弃？但我们没有放弃。但我跟你讲，你看现在在场那么多人，这么多人。你刚刚在上面卡关的时候，或者是你遇到困难在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下面的人有没有任何人说要你放弃，或者是嘲笑你说不上不去这件事情？你姐姐在下面应该听得到吧？我倒没听到，你有听到吗？没有人嘲笑你，你有听到吗？大家在帮你加油。那下面我只听得到他的声音。对，因为他是指挥啊。对，他指挥。他声音比较大声。其他人在旁边看，心里是怎样子？我们就帮你加油，默默的帮你加油。哦，然后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滑索，中间这一条索，这可能是我有生以来爬到一个这么高的地方，然后再滑下来，只用一条绳子。哇，就算溜滑梯从那个地方滑下来，应该也很刺激吧？你的生命线呢，就是绑在身上的这些安全带。所以我们刚刚才会经历攀岩那件事情，因为现在跟攀岩刚刚在做的事情几乎很类似。哇。这个跟刚刚攀岩完全是不一样的，这就会有惧高症的问题。下一位，下一位代言人。很棒的那样子，好好玩的感觉哦！我要来努力一下。哎，有没有一种那个男朋友帮你戴安全帽的感觉？太紧了。好啦，我要上去了。上。其实我不是很想玩呢，但是我还是很想要快感。不要乱用形容词。快感，它是快感啊。寻求刺激。速度啊，对不起。小鱼，我会加油的，等下就换你哦。我们都一样坚强。我都是。好，姐姐，把你自己拿回去。对。看到我手机在你那吗？好。好，张开，不要张开眼睛就好了。闭眼睛才更可怕。好。他刚刚是遮住他的嘴巴吗？啊，这个！哇 ！OK， 好，你是最棒的，你是最棒的，小鱼，你看着姐姐做，等一下要做哦。啊！年轻还好吧？我其实不怎么好啦。年轻有什么事情你就大声讲哦。我其实没什么事情。哦。两只手，你们两只手。
重。有什么要话要跟摄影机讲的吗？都不想讲。待会上去的时候啊，把你的黑绳保持在两只手跟两只脚中间 ，OK？ 这样才不会。两只手两只脚啥意思？对，待会你上去就知道了。六步，十五步，再来叫十四，来，再来十九，好，再来八。看别人爬，就是我其实刚刚呢是蛮想要去再玩别的事情，但我怕我手没力，所以我感觉就是爬的时候会非常累。事实上我爬了之后呢，因为我刚刚攀岩的时候用了很多力量，对不对？领导员是非常厉害的，就是他会马上的缓解我的心情，比如说他就说你看那边是六福村。原来是哦。对，他说那边有六福村，然后说那你看那边的鸟，然后就说哇你嗓门蛮大的。我就瞬间放松起来了，眼睛一闭就跨出去了，因为待在上面越久就越可怕，我当下的想法是这样。然后他说不行，我要尖叫，眼睛闭起来呀。看别人爬上去很简单啊，那你自己爬上去吗？我爬上去其实我根本脚都踩不到。你们是这样爬啊，我是这样爬。真的是真的，所以他真的只是差腿还不够高。你知道吗？我刚喊到这边，我大概到这一棵树的这一边的时候，我喊挺好玩。所以你没有害怕？不会害怕。小朋友们不要因为受伤呢就害怕，还是可以尝试看看的。就算只有三只手指头，还是可以抓的。最主要的是呢，这里的指导员是说 OK， 这都是安全的。OK。妈呀！一二三啦！要到了！哎呀，在我的手找到！啊！偷懒为了玩，加油！你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要跨出那一步。虽然我已经做过这个游戏两次，但每次跨出去那一步，那个心里的恐慌真的，我觉得人生一定要试过一次，对你才知道其实你做得到。因为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 Pola 蛮胆小的， Pola 都做得到，而且还是受伤的状态下，对，就是真的是难上加难。对，难上加难，他也做到了，我做到了。所以其实，但是你当你跨出那一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哇，好好玩。对，我最后是解放双手，你有没有录到吗？有。他说那个间距是更远的，所以而且玩家小金子他有些是用挖的，对，我因为他那个太高，我爬不上去，这么长，我脚压根跨不上去，你知道吗？就这样，你要反问我？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，哪里算成功的那个极限？
站在木头上面很难，真的很难。我连就是在水上活动啊，有些 SUP 什么都要站起来，对不对？这对我来讲，就是在海面上哦，水一摔下去不会痛哦，我都觉得很难。你现在只是其实只是体力不够而已，我觉得我累了。但是如果在体力好的状态下，你认为我会想要完成它，只要能够站上去成功就行了。对，这我想要完成它，但是有一部分是我老了啦，就觉得好像有一些事情不用那么辛苦。这有点体力活。对，这是体力活，这边是体力活。如果搭电梯站在上面跳的话，真的是体力活，真的是体力活，真的是从刚刚爬完之后，哎，每一个都要爬。然后重点是他们的这个啊，就是因为我比较矮嘛，我们在爬的时候真的是用全身的力量上去，你要踮脚。如果像游乐设施那样走楼梯上去跳的话，你 OK？ OK， 我会玩。而且重点是他叫他往前站，他就往前站。他已经，他刚刚已经脚的最旁边，他也往前站哦。哇，这个妹妹真的很勇敢。她是我姐，我们要叫她姐。她等一下我们叫她姐姐。姐，她真的是我们姐，她真的超厉害，好厉害哦，我超佩服她的。加油！开始攀登。好，可以了。等你啊！我要怎么下？这样比较难下。他要怎么下来？真的这样比较难下。可以一二三帮我拉一下再往回去。没办法。对。他可以在那边跳吗？是会回去会撞到柱子。休息一下，看能不能到最顶端坐着往前，那没关系。不是重点是我坐不上。不能抓。好，我知道。
们两个刚才在那边哭哎、欸。你老婆好强，你真的娶了一个很强的老婆。他直接不敢说，这一大哥直接说，我会闭嘴。我们就觉得。哇，你真的是太强大了！我们两个只敢坐在下面哭，我们感动落泪哦，就觉得这个妈妈。你有在看着吗？有啊，骗人！我有拍照。你有拍照？妈妈在爬的时候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很可怕。嗯，是。大家在称赞你妈妈。嗯嗯嗯。好好玩哦！成功跳下来。可是我真的爬到那边，我真的手完全没力，我连抱柱子的力气都快没了。你真厉害，虽然我毕业。真的最困难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一直在下面哭。对啊，让他下来好吗？为什么要骗我们说可以到一半下来？我们为什么要骗我们？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次了，真的，所以可以上去，赶快上去哦。你应该 Pola 只要在38岁之前完成的话，就比你还要厉害。没有，对，我们要把妈妈妈当成永远的神，永远的神，给他一个皇冠，超强。这边的课程啊，都是循序渐进的，让你从开始攀爬往上爬，让你愿意踏出那一步。我们体验过攀岩以后呢，我们到原来发现下一个项目其实跟攀岩非常有关系。你要先攀上去，爬上去，你才可以享受后面那个滑索溜下来的快感。虽然呢，我们大家都很害怕，然后哭，我觉得哭其实真的没有什么，我们还是完成了这个事情。我还手受伤哎，我们就是勇敢的往前踏出去。你看我哭，我也是跳下来，而且我也好好的在这里，我就觉得我的心更强壮了一点。这个呢，就是在龙潭的台湾外展教育基金会，它这个非常好玩哦。它现在有一天一夜的活动，那这就是这一整天的活动，等一下晚上还会有露营啊、吃晚餐的活动哦。那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挑战试试看哦。怎么说什么？谢谢大家。拜拜。